迅速的完成，大家忍一忍或者感受感受，我很快。看我脖子上是不是多了个东西，但是老朋友苗姐的护颈 U 型枕，就是这个，这里扣上，但扣起来声音太响了，我先不扣。下面还有这样的。商务小姐姐说，我每天呢都要播好几个小时，就怕有一天我的脖子绷不住，然后呢就赶紧给我寄了个这东西，帮我兜起来，兜起来。像这样就是来回动，脖子呢也会被牢牢的撑住，脑袋也不会，就是东倒西歪，确实很难东倒西歪。这个呢和普通的 U 型枕不一样，除了护颈，它热敷和按摩也都搞里头了，而且呢一拿到手就能感觉到它的细节做工非常的优秀。168就能带走，送了两个这种百价值百元的，质地非常好，看出来吗？价值百元的这个眼罩两个，哦，我的嘴唇子不会松啊，这个是特效，那个跑上去了，我的嘴唇子不会有，然后。
都对角度。像这样做到一半突然停下来，就像有时候我们出去按摩按到一半突然之间停了，你会感觉到它在向心室。想我话多，你只是想。